禅宗的修行的一大特点就是这个平常心。平常心之道是禅宗一个很有名的一段话，那它是马祖道一提出来的，就是无造作，然后无是非，那无取舍，无断常，无凡圣，非凡夫行，非圣贤行，是菩萨行。那行住坐卧应机皆悟，境界是道。平常心是道，就是说起来很远，但是事实上也很近。禅宗有句话叫活在当下，就每一个当下的那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就是修行的过程。那我曾经听过有人说，这个学了禅之后才知道怎么样去吃饭，那怎么样去好好睡觉。就说学禅的过程，就是重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片刻去品味它，去感受它，去体验它，去觉知它。一切法是心法，一切名是心名，万法从心生，心为万法本。所以你大概从这整个这个段落当中可以看出两个讯息，无常无断，那无取无舍。你可以看出这个平常心它蕴含了佛教里面所谓的理于两边，行于中道的这样的一个中道思想。就平常一般的人为什么就得失心患得患失的，相对它意味着就是你有所偏或有所执取。所以平常心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去保持心的平衡。第一个平常心意味的就是中道见，平常心是道。第二个就是佛教的佛性思想，包括它里面提到这个行住坐卧应机皆悟，都是道。就是我们那个佛心佛性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不管是这个吃饭也好，这个行住坐卧语默动静，这都是佛性的流露。佛性意味的就是要保持这个清明的觉知。你看到禅宗的很多的这种包括诗句也好，都很有平常生活那个味道，这个大概就意味着平常心是道里头那个意境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若无闲事上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生活当中四季的这种更替，春夏秋冬，再自然也不过的。可是我们在这种季节，这种自然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内心的很多的这种欲望也好，然后偏执也行，那就是让我们升起很多烦恼。但是自然界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平常心意味着说，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那个佛性就在运作。那如何保持这个觉知，这个也是禅宗提醒我们的修行。